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祝大家平安。今日系五旬节主日，亦都系庆祝圣神降临。让我哋一起诵念尽堂咏：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语言。阿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嘅慈爱、基督嘅圣宠、圣神嘅恩赐与大家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尊兄弟姊妹，我哋今日庆祝五旬节嘅主日，一个教会里面重要嘅瞻礼日，圣神嘅瞻礼，让我哋呼求圣神嚟到我哋心中，让我哋睇到生活上种种嘅不足，转求天主宽恕。我向全能嘅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你藉住我哋今日所庆祝嘅奥迹，圣化遍布各国同各民族嘅普世教会，求你将圣神嘅恩宠倾注整个寰宇，并继续喺信徒心中完成你嘅神妙工程，犹如当初福音开始传播时你所完成嘅一样。因你嘅圣子，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同你同圣神系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阿们。请坐。今日嘅读经系丙年读经。读经一，攻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一到，门徒及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平流在他们每人头上。他们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各人的方言。他们惊讶奇怪地说，
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南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及卡帕多西亚、本都及亚细亚、夫尼基亚和庞菲利亚、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归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请你虚气，使大地更新。上主，请你虚气，使大地更新。我的灵魂，请颂赞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伟大无比。上主，你的化工何其繁浩，你创造的万物充满大地。上主，请你虚气，使大地更新。你若停止他们的呼吸，他们就要死去，归于原来的灰土。你一虚气，万物化生，你使大地更新复兴。上主，请你虚气，使大地更新。愿上主的光荣永世无穷。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化工。愿我的祈祷蒙上主喜悦，我将常在上主内欢乐。上主，请你虚气，使大地更新。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弟兄姊妹们，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圣神所赐。职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有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为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五旬节赞歌。圣神，请你降临，从高天放射你的光芒，穷人的慈父，请你降临，恩宠的施主，请你降临，心灵的真光，请你降临。你是良善的施惠者，你是心灵甘怡的宾客，你是甜蜜的良任。在劳苦中，你是甜食；在酷热里，你是清风。
在悲痛时你是慰藉，你是万福的真光，求你充满你信众的心灵深处，没有你的助佑，人便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求你洗净我们的污秽，灌溉我们的干枯，医治我们的创伤。求你软化顽固的心，温暖冷酷的心，引导迷途的人。求你将七种神恩赐给你的信众，求你赐我们修德的能力，善身福中，永享天福。阿们。福音前欢呼，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圣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他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阿肋路亚。愿主与你哋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保留谁的罪，谁的罪就被保留。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复活期去到五旬节主日就完噶啦，所以过咗五旬节主日，又系上年期嘅开始，又一个新嘅阶段吓。由复活节整个复活期，无论平日或者主日嘅读经，如果你一路都有参加嘅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第一篇读经呢，主要嚟自中途大事录。福音呢，主要嚟自约望福音。平日又系咁，主日都系一样。几明显嘅，教会系好刻意用中途大事录。大家都知道中途大事录讲咩呢？中途大事录传统称为圣神嘅福音，系讲早期教会点样向外传福音。而约望福音呢，我哋往往会称佢做耶稣点样培育佢嘅门徒，一种内心嘅培育。所以我哋见到圣神嘅两种明显嘅德能，一种就係内在地培育人嘅信仰。第二，当你有咗呢一个内心嘅皈依培育之后，你向外传福音，为基督嘅福音作见证。几明显两种圣神嘅德能。今日圣神降临嘅大嘅节日，不妨我哋用圣神带嚟最明显嘅一种效果做主题，就係平安共融。圣神最明显带到俾我哋个人又好，整个教会又好，就係一份平安同埋共融。我就用呢个嚟做主题，同大家一起反省今日嘅三篇读经点样睇到圣神为我哋带嚟呢个明显嘅效果。好，第一篇读经嚟自中途大事录。圣神选五旬节
一个犹太人嘅节日嚟到啊早期教会中间。嗱，五旬节系乜嘢嘢呢？五旬节即系一个三个犹太人嘅节日其中一个。原来呢就系逾越节之后五十日，梅瑟上西乃山攞十诫。一个重要嘅日子，大家都知道梅瑟上山攞十诫啊，代表住以色列同天主订立盟约啊，以后佢哋就愿意按照天主嘅意思去生活嘅。所以话呢个日子好重要，系一个新时代嘅开始。所以嗱，呢个五旬节呢个节日咧，纪念呢样嘢，提醒以色列人记住。天主同你订立咗盟约，一个新的开始，以后你的生活就是一个跟随住天主的意思，守佢的诫命的生活。这个是第一种五旬节的意义。慢慢以色列人入到福地了，入到福地之后开始从游牧民族变成农作，开始收成，攞到啲农作物收成奉献俾天主，感谢天主。而家我哋安定啦，我哋唔再通道走游牧啊！而家我哋安定地食嗰个土地出产嘅农作物，所以系一种感恩嘅表示，亦都系新时代嘅开始。所以五旬节就有呢个意思，成为犹太人一个重要嘅节日，而圣神选择在这个五旬之日来临呢，都带出一个这样的意思。圣神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是很不同。我们说圣神的一个德能，最明显的为人带来一份共用，一份平安。五旬之嗰日所发生嘅，正正系带出呢个意思。嗱，今日你听到圣神降临嘅时候，用一啲人能够感觉得到、睇到嘅标记，表示佢已经来临。一个就系暴风啦，本来风有圣神嘅意思嘅吓，风你一定听得到嗰个声音啦，感受得到佢嘅震动啦，然后视觉就是火舌来到人的头上，这些都可以见得到的。所以用视觉、听觉、感觉表示圣神来了。所以这里说他们充满圣神。充满圣神有些什么表现？最起码最明显的今天这一段读经就是说，每人听到他这些宗徒、这些加里纳亚人讲他们自己的本地的方言。这些人作者不厌其烦，将不同地方来的人都讲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噏出很多地名。如果你看清楚这些地名呢，这些地名来自亚洲啦，小亚细亚那里啦，来自欧洲啦，因为有罗马，来自非洲啦，有埃及等等。即是说这些人来自几个不同的三大洲，非洲、欧洲、亚洲的人都有在这里。但是本来这些人操不同的语言的嘛，但是今天竟然听到同一个讯息，大家都有一个感觉，你们去旅游又好，朝圣又好，去到一个新地方，你最不惯是什么呢？你听唔明佢哋讲乜，沟通唔到，就系最令到你好不安㗎。佢又讲啲嘢你唔知佢讲乜，你讲嘅嘢佢又听唔懂。我諗大家都有过呢啲经验，语言系分裂㗎，令到你有隔膜㗎。这个正正系创世纪巴贝尔塔呢个故事带出嘅意思啦。本来呢个故事话最初人得一种语言，用一个故事嘅形式去讲下，人最初得一种语言嘅啫，但系因为啲人骄傲啊，想起一个塔，好似天咁高，所以个塔就冧咗啦。以后呢，人分散去唔同各地，
各讲各嘅说话，其实用一个故事话俾你听，语言系使到人有分离、疏离感，使到你冇呢一份共融感。但系今日嘅圣神降临咧，最明显嘅一样嘢就系个个听到同一个信息，咁咪有共融咯。你听到同一个信息啊嘛，所以藉住呢个咁样嘅表现吓，圣神喺人身上带出嘅一个明显嘅德能，就系人有呢一份共融。好，第二篇读经嚟自格林多人前书。格林多人前书，保禄呢好喜欢讲一个主题，就是佢好唔喜欢格林多嘅教会分党派。格林多嘅教会，因为等于我哋今日啫，各有各懂嘅偶像啊。我属于黑发嘅，即系属于白多禄。我属于阿婆罗嘅，阿婆罗系一个好出色、圣经好叻嘅人物。有啲人有懂保禄啊，我系属于保禄嘅等等。保禄就好唔中意，点解要将一个共融嘅教会分成我属于呢、这个，我属于嗰、那个啊？各有各自己嘅啊偶像追随吓。保禄话：基督唔通俾你分裂咗咩？点可以系咁？所以今日佢就讲出呢一段圣经好靓，就话圣神使到我哋信同一个信仰，因为圣神嘅缘故，我哋宣称耶稣是主，呢个系最基本嘅。每个人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就因为我哋彼此都信耶稣是主，呢样嘢将我哋联合起嚟，因为我哋有个共同嘅信仰。第二样嘢就系话，既然系同一个信仰，圣神喺一个教会里面俾人有唔同嘅恩宠，所以有人做宗徒，有人做先知，有人做教师，有人去治病等等，但系都系为教会同一个教会嘅好处嘅。所以圣神俾每个人嘅恩赐虽然唔相同，但系是为建树同一的教会，几时分裂教会都是不啱的。圣神希望我们共用。保禄呢很多次是坚持教会的共用是最重要。保禄是很不想见到教会分裂。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禄之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就是因为圣神俾到我哋一个共同嘅内心嘅归依，圣神俾到我哋唔同嘅德能去为向外传福音嘅，所以呢个系保禄想带出嘅信息吓。第三篇嚟自约望福音，今日呢段福音我选约望福音系复活期第二主日读过嘅，系讲耶稣喺复活主日晚上显现俾门徒嘅一段圣经。大家都记得门徒当时系好惊啊，因为害怕犹太人啊，门户都关着，表示出佢哋恐惧啦、不安啦。耶稣喺呢个时候显现俾佢哋，第一样嘢祝佢哋平安，因为佢哋不安啊嘛，所以耶稣祝佢哋平安，然后向佢哋嘘一口气，话你哋领受圣神吧。本来圣神有好多德能，我哋今日有讲，喜欢讲圣神七恩，圣神俾嘅恩宠可以好多好多好多。但系今日呢一段，耶稣想带出，好明显带出一样嘢，向佢哋嘘一口气，叫佢哋领受圣神。跟住讲咩嘢？跟住就系要求修和，彼此宽恕。嗱，呢个圣神一个明显嘅德能俾到教会，要我哋互相宽恕。你哋赦免边个嘅罪，边个嘅罪得到赦免。要求教会系一个修和嘅团体，共融嘅团体，好明显嘅，即系话复活嗰晚，耶稣显现，使到门徒有一份平安，要求佢哋
一份嚟自圣神嘅共用，彼此宽恕。你一唔宽恕人咧，呢份共用就好难噶啦。彼此有多芥蒂吓，对立，咁你就好难。所以耶稣喺呢度好清楚嘅要求教会彼此宽恕，彼此收获。呢个系起码复活嗰晚，耶稣俾门徒圣神一个最明显嘅恩赐，就系呢样嘢。好，我哋反省呢个主题，因为圣神嘅缘故，为我哋带嚟嘅平安同共用。我头先话圣神帮我哋有一个内心嘅归依，有咗呢份内心嘅归依，我哋先至向外传福音，几明显嘅。当我哋向外传福音嘅时候，大家或者话教会嘅历史话俾我哋听，向外传福音几时都有困难嘅，几时都唔容易。从早期中途时代一路到今日，向外传福音时时都有困难。但系外在嘅困难唔影响我哋嘅，外在嘅困难有时能够成为一种传福音嘅契机添嘅。所以教会嘅历史话俾我哋听，唔需要害怕外在嘅困难。最明显嘅，我哋会见到苏联喺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成立嘅时候，迫害东正教会，好明显迫害。苏联系一个以前系非常信基督嘅国家，真系，但呢个政权出现嘅时候就压制吓，嗱呢个好明显，但系已经成为过去啦。文革嘅时代，所有宗教亦都包括我哋基督宗教吓，都受压抑嘅，都过去啦。教会仍然系存在，所以外在嘅困难唔使惊，外在嘅困难总会过去，所以遇到外在嘅困难呢，唔需要咁太过担心。真係要担心嘅呢，就係我就会认为嚟自魔鬼嘅黑暗势力唔会咁笨，成日都用迫害呢啲嘢使到你以为咁样就会带嚟佢哋要嘅结果。今日唔係，我觉得黑暗嘅势力更厉害。佢用嘅方法从你最根源上面去挑战你，就是挑战你的归依的心。今日的世俗主义不用迫害，他用其他的东西吸引你。比方用很多我们今日的偶像吸引你，你会见到我们这一代去追求星、追歌星、追明星多过去圣堂啊。佢哋去睇波听歌更热情啊。所以嗰啲嘢更吸引，更使你欢愉，更俾你带嚟刺激，使到你比较难去迫害教会得到嘅结果仲大啦。所以世俗主义先至係最危险。唔系外在嘅迫害，佢使到你从你最根本嗰个归依嘅心嗰度去挑战你，所以你会见到西方以前信基督嘅地方一个一个沦陷啦。呢啲先至系黑暗势力最厉害嘅地方，从你根源上边去，圣神使到我哋信耶稣基督是主，有咗佢，我哋先至有我哋嘅信仰。佢就从嗰度去攻击你，你连耶稣是主你都放弃埋咯。所以都让我哋晓得，我哋今日要注意嘅系边一啲嘢，就系呢啲黑暗势力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分化。好，第二种我哋要注意嘅黑暗势力呢？是用一种嘢分化我哋嘅教会嘅团体，使到我哋冇共用不和。
早期教会都有呢啲嘢，但系今日仍然系有，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记住呢啲嘢系黑暗势力造成嘅，唔应该有的。比方家庭里面分化我哋啦，社会上面分化我哋啦，教会分化我哋啦。比方好明显，教会嘅分化就系教会里面有所谓保守派啦，有所谓激进派啦，有所谓地上啦，有所谓地下啦，全部都系将我哋分裂嘅。佢哋唔想我哋黑暗势力，唔想我哋有呢一份嚟自圣神嘅平安同共用。我哋要真系要注意呢啲，呢啲先至系黑暗势力带嚟最大嘅伤害。所以让我哋今日喺圣神降临呢个瞻礼日上边，都记住圣神为我哋带嚟内心嘅归依。有咗内心嘅归依，我哋先至有力量、有可信性向外传福音。记住圣神俾到我哋嘅力量，唔好受黑暗嘅势力将我哋分化。我最后嘅我就会觉得，天主祝福共融嘅团体，都让我哋记住圣神是我们共融平安最重要的来源。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让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尊兄弟姊妹，让我哋呢个团体，将我哋每一个人，连同自己嘅家庭、我哋嘅教会，与我哋社会嘅需要，都向天上的慈父祈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五旬节当日，你藉圣神为教会开展复传的工作。同样，今日我们都亦求你藉着圣神的德能，坚固教会各级的圣职人员和教友，鼓励我们在世界各地传播你的真理、爱和和平。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继续为乌克兰的人民祈祷。
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乌克兰的战火已经发生了100日，深爱世人的耶稣，我们恳切求你安慰当地的平民百姓，治疗伤者，收纳死者的灵魂，并促进当权者有勇气和爱心去平息战争。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环境保护祈祷。创造天地的天主圣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只有一个地球，呼吁各国需要为环境而经在政策和选择上进行变革。求圣父教导世人能够以尊重的心态去实践环境保护，使我们能够成为与大自然和平相处的世代。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香港社会祈祷，施予各种恩宠的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近年的社会运动、疫情、经济低迷、政治、民生等环境的急剧变化，牵动到各种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挑战。求天主圣神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中，赐给香港人各项神恩、希望和平安，以奉行你的旨意、仁爱和公义。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受危机的胎儿祈祷，爱护生命的天主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生命是珍贵的恩赐，不过有些胎儿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未能顺利出生。求圣父收纳这些胎儿的灵魂，并且保护面对危机的胎儿和家庭，使胎儿能够顺利出生，健康成长。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圣神，感谢你陪伴世界和教会，求你时刻指引我们，使我们不会因为恐惧而忘记真理和公义，不会因为私利而被世俗同化，却会坚持以良心和仁爱为天主的价值作见证。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向圣父呈上我们内心的请求。求你以基督这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固守我们各人的心思念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以上我们这个团体向你的祷告，在今日五旬节主日，我们求你赏赐圣神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修和有共融的团体。我们这样祈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请起啦，各位主内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实现你圣旨的恩许，派遣你的圣神，将这个祭献的奥义丰富地启示给我们，并仁慈地引导我们领悟全部真理。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上升于至高之天，坐在你的右边，今日派遣你所许的圣神降临在你儿子心中，因此普世万民喜气洋溢，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以及神圣也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播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以及全体教士，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
及与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的经文，向我们的天父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今世平安，所以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途咁话：我将平安留俾你哋，将我嘅平安赏赐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照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系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嘅平安常与你哋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嘅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今日离赴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众人都充满了圣神，讲论天主的奇事。阿利路亚。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将天上的恩宠赐给你的教会，求你保存你所赐予我们的恩惠，使圣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发挥效能，并愿我们所领受的神粮帮助我们获得永恒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各位兄弟姊妹，天主光明之父，慧然将护卫者圣神倾注在门徒身上，光照他们的心灵。愿天主使你们享受他的降福，永远充满同一圣神的恩赐。阿们。圣神以火舌的形状出现在门徒头上，愿圣神的火消灭你们心中一切凶恶，使你们的心灵散发出圣神的光辉。阿们。天主既将不同的语言的民族聚集一起，宣认同一个信仰，愿祂使你们稳守这个信仰，并愿祂以这个信仰带领你们怀住望德，迈向天上的光荣。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尼撒礼圣，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感谢天主，阿利路亚，阿利路亚。